你们性格都比较女汉子一些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小女生了，真的。啊，我小时候很多男孩子就喜欢拿一把尺装枪，我是女孩子 ，OK？ 不要这样嘛，这样嘛，这样嘛。啊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生气了。嗯、啊、嗯、啊啊，谢谢你们。文具怎么玩呢？哎呀，你们听我讲哦，你们有没有知道一个很可爱的词呢？有一个很可爱的词，它叫做顺毛。顺毛。看什么？看傻娃的微博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是我的习惯好吗？你们别看错。啊，真的吗？卖的牛肉都是我爸自己做的啊。你到底？我没有吃到。我们都买不到的，吃不到的。我没有吃到。我没有吃到魔术的那个环节，结果我等到 H 队公演完再回去，牛肉我没有去敲门了，我想着已经没有了，结果第二天他跟我说还给牛了一点，留了一点香菜，但是我以为没有了，但是我以为没有了，结果居然学陈思还是很像蜡笔小新啊。你学一个看看呢。教练教练舔个醋，教练教练你不就和小窝晒了一张合照，哼，我手机里有好多盒子。哇，心好累，我先下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行了？人家就是想说嘛，人家就是想说嘛。这个字，为什么不能这样子的了？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。